与小通手抖摇铃，上演新一代哭帕金森哭把逆之颤抖。网友已笑喷，不得不说现在的综艺节目简直就是花样百出的那种。但是小编最近迷上了咱们穿越吧综艺节目，这个节目里面的阵容真的是差点没被笑死，居然请来了宋小宝和沈腾，这肯定不得了，那不得笑死。于是小编就被这个综艺节目圈粉了。最近正好看到了第十期，里面有个小鲜肉小编在此被圈粉了，里面的人真的是来搞笑的，特别是与小童手抖摇铃那儿，嘴里还说着特别搞笑的话，上演着帕金森版的蜜汁颤抖，简直就是新版本的抽筋系列啊，真的是太搞笑了。不少的网友都表示迷之微笑喷饭现场什么的，看来综艺真的能带来特别多的笑料啊，还是得多看看综艺节目才行。与小童手抖摇铃，上演新一代 Quo 帕金森 Quo 版蜜汁颤抖，网友已笑喷。